老板，今天生意这么好？可不是嘛，忙得没时间吃饭，还好有这萝卜干，这白馒头啊也算有滋味。你这吃的这么香，我都有点馋萝卜干了。别客气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奖品这么好，还有限量版的鞋啊？奖品不好，哪会有这么多客人？那我要20个圈，真巧，本来还打算买那双鞋呢。那可是男款呢、啊。我知道，本来就是要送给一个男生的，我看中一个小哥哥。真舍得，这鞋可不便宜，得好几千呢。喜欢他的女生挺多的，经常送东西给他。我虽然工资不高，可也不能比别人出手寒碜啊。哎，20块钱，20个圈。Girl, it's more than I dare to think about. 再来100个圈，我一定要套中的。这么执着啊？你不知道，每次我送他礼物那几天，他都对我特别好。老板，为什么他套圈可以比我站得更近啊？哦，他买了20个圈，可花了30块钱。我这个人没什么原则，谁付的多，谁就可以靠得更近。哎，非要套那双鞋吗？你看看23排那些奖品，不也挺好的？人套路的几率也大。可是他昨天送了我电影票啊，之前还觉得对他比较辛苦，都准备放弃了，没想到他又主动约我，他都向我示好了，难道我不应该给他点回馈吗？真晦气，又没套中，不套了。哎，别走啊，我免费送你10个圈，你再试试。运气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还好我没走，再给我来100个圈。好。看到没，不给点甜头，他怎么会回头？可我还是想再试试，他应该是对我有意思的，要不然我对他的好，他怎么从来不拒绝？你因为你蠢啊，因为你廉价，谁会拒绝送上门的免费好处吗？你的圈不多了。他坚持了那么久，为什么最后套了个那么便宜的？要不是因为一场不切实际，耗尽了他所有的资本，他又何必委屈自己，选择一个如此廉价的收场？抖音。